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我是主持人子萱。下面来关注一下马尔科姆《异类》将拍剧版，主演是安东尼·福契的新闻。HBO Max 将推出一部改编自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畅销书《异类》的新剧，为历史剧情结合传记的选集剧性质，每一季都有独特的异类视角，聚集不同的个体和其如何在特定的历史局面下对社会做出巨大的影响，还有他们的不同之处。那根据了解，第一季的主角是福契博士，这个美国免疫学和新冠疫情下的先锋人物。该剧由 DC 的剧集《泰坦》运作人 Greg Walker 担任编剧和运作人， Image 电影工作室来制作。